保安在中间，俩嘉宾在旁边，这明星保护我们这个保安的。哎，你先去里面，不要拍照，不要拍照。保安，你没见过那个，就这样。啊，太抢镜了是吧？哎，刚才那个安保应该会这个镜头就爆红了吧？应该就这个安保很想红。哎，欢迎来到全球首档。全平台 S 级深度思辨对谈节目唠嗑吧兄弟，今天在我旁边的这个漂浮着的这两排牙呢，就是金晨，也欢迎同时来到现场的周深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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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呢，金晨老师我也没有见过他穿这么绿在绿幕里录节目，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。人没来，牙来了。请金晨老师问周深老师两个问题。没吃饭吧？先来。啊，头发乐了，头发乐了。周老师，这光线的不够，光线不够。周老师，我给周老师补一下光。周老师，你聊你的。你这补的是鬼子光啊！不行，你这样我们周老师脸上都出油了。你为什么跟周老师穿同款啊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撞衫撞衫。我们怎么穿的是同样的衣服？我们其实我们这个节目为那个周深老师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环节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周深老师的父亲也来到了现场。他就在你身后为你打光，他就在你身后为你打光。原来你这光适合你，绿光啊。我们先试一把，我们不要那么怂，好吧？好，开个胯。可以，这姿势真可以吧？可以，可以。请准备。哎呀妈！哎呀妈！嗓子不怎么对。好像第一把就不太行，这第一把到一半。慢慢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你得升远一点。过来一点。来吧，他们学我们，对，学我们的战术。转起来了，小心小心。转起来了，小心小心。鼓励。把门头发的手心小心小心，把门头发的手心小心小心。哇！哎呦，可以一个人干俩人。哎呦，行，厉害。小白，小白，我觉得你还有进步的空间。你的榜样出现了。还有三十秒。我们怎么时间那么快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！还剩十秒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快快快！还有还有！哇！五秒应该，五，就这一盆了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，有有，三个人真的难，可以太难了。哇，我们三个可以了，太不容易了。
啊，这是要整个人调转过来吧？这啥意思啊？人形守门员，把人当道具啊，这是。以前我都是穿背带裤打篮球的，现在你让我穿背带裤踢足球了，是吧？时光飞逝，岁月如梭，一转眼，2022年已经过去了。过年啦！啊？啊！我不会吧？崭新的2023年已经到来。哇！新年好，新年好，新年好啊！太好了！太好了！已经一年工资挣完了是吗？经过了一年的艰苦奋斗，各位人才与老板们的合约也即将到期，又要续约。在这项任务当中，拿到第一名的老板可以获得40万RB。哇！40万。老板，朋友们，加油啊！40万，跟咱们没关系，跟咱们没关系，靠你们了啊！卧龙凤雏。第二名的老板可以获得30万RB。30万也可以啊。30万也很多。第三名的老板只能获得20万RB。我第三名都有。我们直接把20打到我们公司账户上。20万我拿定了。拥有更多的资金，意味着老板可以招揽更优秀的人才。哎，不，我觉得我们这就是最优秀的。刚才在来的路上，我们老板说这一辈子就用我们俩。就不再招人了。当然，如果你们对自己公司的老板不满意，可以签约别的公司。所以表现得好的话是可以涨工资的。肯定的。这次大会专门为大家设计的任务是不需要动腿也可以踢的足球赛，人体足球。每个公司需要派出一位成员躺在人形立板上，其他成员控制立板把球踢进对方的球门，3分钟内进球更多的一方获胜。3个公司进行车轮战，赢一局积3分，打平各积1分，3局过后积分更高的公司获胜。黑队和绿队，请先来派出你们第一轮的出战成员。 Baby 爸爸金晨。黑队和绿队，请先来派出你们第一轮的出战成员。 Baby 爸爸金晨。准备好啊，来。来了。哎，李晨那边一点，哎，李晨那边一点，哎，李晨那边一点，哇，挡住了，哎，可以，哎，好，等会儿，别着急，不着急，使点劲儿就好了。来，最旁边，对上没？对上了，走你，喊的挺猛，来，OK， 对吗？对，停。哇，可以！哎呦，不错！来了，对吗？真的走那边！走早了，漂亮！来，准备走，走，来！哎，往近近点，在旁边，往近近点，对上面，走，好，可以。李晨一边，李晨，别踢你！我是在这边啊，不是没满。哦，好，我也来帮忙看吧。我对，你来指挥。好，来走。哎，走。哎呦，等一下。对上没？好，可以，这样可以。1、2、3，走你。哎呦，蛋总这边，再过来。别着急。没事。回去。对，陈哥那边，到底，对上没？最旁边，对吧？哎，看你们怎么办？等一下，我们就等着。我们就等着。等到这边。导演，你这重新发，我们就认了。要不从那边翻一圈，马上上。对不对？你们用最快的速度。最快的速度三百六，必须360，真的一圈来不及。那咋办？计时？那我们估量，反正我们进2球了。
360，听我的，真的不能360，一下就进去了，咱来不及。如果我们公司出现这样，我绝对360。搁过去，哥，搁过去，王子。哎哇，这球踢的！再往沙爹这儿一点，好，再往旁边点，再往旁边点。金靖，你去理论的时候管一下你们的人，他都这样。累过。白鹿上，迪哥，你怎么就无缝混入个这个队伍？哎，原来你是裁判，找我是吧？这个衣服，你们给我们队找的衣服，你看我混进去是不是看不出来啊？哎，我以为我是老板，没想到我跟大家是一样的。你上吧。你上一个，试一个，挺好玩的。哎呀，换我这个裁判来给你绑吧，怎么样？我就拿打击。你走开。第二局，请准备。你发的球怎么跟你？哦，来了，单总那边。对 ，OK。陈哥那边过去点。李晨拉一点，OK。哎呀，挺劲儿，挺大呀，可以。老地方。往右。右边一点。先等一下，来，别。左边。先稳一下，别动。稳一下。左边。走。来，哎呦我，单走。踢。哇，这个毛。一二三。陈那边。我发现不停就容易，对我们来猛的，一下一下来，反正我胳膊已经脱臼了，没事儿，早就脱臼了，换个边，没劲了，胳膊酸了，来，开始，这发球真烦人，真讨厌。蛋总那边，是吗？确定吗？就这，踢，就这，来了啊，就这一下啊，一二三，哇，陈，哇，一个大踢过去，哎，不行。左边，稳一点。右边。别慌，我觉得心态稳住。别等，真的别等。哇，好细呀。最后十秒。右边。好，就这一下啊。好，左边点。一。baby， 我看不见 baby。锁住，一定要锁住。单走。OK。不要再让他进就好了。进。左边。好，一二三。准备！啊！漂亮！哇塞，这个太累了，我都想冲下去把那个球踹下去。你们俩能拧得动我不？拧不动，哥，你想什么呢？我俩得在下面。金总，那个花点钱，你可以请个外援。500来不来，哥？500，你可能只请到沙哥。哎，给我！3、2、1，走。
也不用叫了。刚刚江苏小煞有没有？真的去。陈哥，你是在帮我报当年的仇吗？来呀、啊，那个，那个，我是我。公司给你们，公司给我们了，公司给你们，哎 ，RB 得有点吧？待会儿你们自己看球，我失焦了，眼神已经看不清楚东西，你们随意啊，爽不爽，这几个？太爽了！来，请准备，来。哪边？左，好，停，左，好，来，左，我都不知道去说谁，而且球没进，我一转过去，蔡徐坤向他没，跟我没关系那个表情，左，来继续。中间，宝宝，来，走，哇，要，停，来，好，来，再走，要，停，继续，走，哇，片，哇塞，好快啊，好精彩，哎，这下很爽啊，很爽，很棒。这真死角，我看不到。你的左手不用把在那儿，你可以两只手都在这儿，你这个距离不就出来了吗？你是在教沙爹做事吗？你，我在教你做人。你在教他做人是吧？过来，要，过来，要，哎呀！过来，要。过来要，过来要，哎呀！过来要，发的票呀，陈哥，45000。我看不见，我也看不见。不是，是这样子的，咱们后场的时候不要这么斜着，你这过来都来不及。杨总，你差不多要求别提太多了，我早就没有杨总的尊严了。来了。好，我们的，左一点，左一点，就这儿，可以吗？有。好，来个猛的。来踢吧，踢呀！左，拉到底，走。要，左，就是。OK。等一下，稳一下，稳一波。给一下，先。你别吐在这个球上。他让你休息。找到这个位置了吗？现在确定这个位置了吗？你能够完全确定他这个位置和踢球的角度是统一的？我眼神又失焦了，快点啊！花里胡哨，来了，等一下，哥拉到底，来，好，走，就这儿，左，踢，再站，等着，来，三二一，走，你们是不是跟这样有缘啊？我跟你们讲，又是你们，你们对公司对评球是很有追求是吧？砍下！我觉得，哎，我帮你们来个360，真的，咱俩一二三趟啊，一二三，走。算我，这个我服了，我都已经激动了，我告诉你。
白鹿，你为了让我转一圈，你都上脚了，我看见了。请为三队送上各自获得的奖金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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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刚才在来的路上信誓旦旦地说，我们俩是最强的。卧龙凤雏。其实我觉得赢多少阿碧都不重要，只要杨总开心就好了。玩得你觉得我开心吗？这不是娱乐设施。我感觉我已经接受惩罚了。这是我们输的这样的吧？哦，谢谢。40万阿碧，给老板，老板拿着，给老板拿着，老板拿着。来来来，老板来。三等奖呢，挺好的。三等奖就三名。怎么进吗？怎么了？哟、no! ，这是一只的，什么意思啊？啥意思啊？上次见这个还是上，我的天，口水都出来了。哦哦，挤压板。哇塞，你们不是一只的吗 ？emo 了都，这样吧。把我关到刚刚那个笼子里面吧。我们今年为大家准备的项目适用于唠嗑、恋爱以及聚会都必备的表情包猜词。猜词。表情包猜词，每组挑一个人，根据题面挑选表情符号，其余成员在一旁的高台上猜词。高台的木板每过一分钟就会缩短一截。从高台上掉落的成员则不能继续猜词，最终回答正确数量更多的公司获胜。等一下，我怎么掉了？别自己跳了。好，你等着，你等着，一会儿你到你的时候，我就把那个板往后拉。你最好有这个力气。黄队，请准备。准备好啊，咱们就来。来吧，哎，他俩好像哎，我们俩是台儿兄弟，林队还有父子，黄队挑战，两个字，两个字一首歌，这个不好猜，这有点不好猜，舞女，舞动，我跳舞女，哎，那个在哪儿呢？哎。快点！女友，女王菲，王菲，对，哇！我猜到呢。三个字一首歌啊，一首歌，一首歌。黄糖葫芦，红绿灯，嘴吃。啥感觉？啥感觉啊？这个啥感觉啊？啥感觉？你在干什么呀？三个字，嘴吗？吃葫芦，糖葫芦啊？啥感觉？甜蜜蜜。啊对，这都能猜到甜蜜蜜。啊，走，我走了。一首歌，两个字，还是他，还是。舞娘不好比啊，这个。情人，答对，情人，你是怎么猜到的？一首歌啊，欢欢你快，哇，一个影视剧啊，七个字，蝴蝶，九个蝴蝶，两只蝴蝶，蝴蝶，亲爱，爱。蝴蝶，七个字影视剧，他们俩相亲相爱，娘子传奇，哦，梁祝，梁山伯与祝英台，答对，漂亮，这个好，一首歌六个字，你是我的小蝴蝶，六个字，没，六个字，国内的。床睡六个字，
六个字，下一题吧。我要看一下是什么。哦，哎，青青鸟蝶睡，青鸟蝶床，青青鸟蝶。哭了哭了。新鸳鸯蝴蝶，新鸳鸯蝴蝶。新，然后继续。新鸳鸯蝴蝶。新鸳鸯蝴蝶，新鸳鸯蝴蝶，新鸳鸯蝴蝶。新，然后继续。新鸳鸯蝴蝶，新鸳鸯蝴蝶床。这个是新鸳鸯喜临门床垫。新鸳鸯蝴蝶转，新鸳鸯蝴蝶曲，这是个啥？新鸳鸯蝴蝶睡，新鸳鸯蝴蝶，新鸳鸯蝴蝶个啥？下一题，下一题。不行，就差一个字，给我必须猜出来，必须猜出来。啊，好绝！新鸳鸯，新鸳鸯蝴蝶，爱床睡。哎，新鸳鸯蝴蝶梦。哇，哎，这个字几个字？一个字。是干嘛的？一首歌，一首歌，一首歌。对。哎，问问问啥？问哪？纸就一个字。哎呀，这都猜不出来。书读看题问学学过。你有没有认真摆？杨总很认真，很认真。影视，影视啊，五个字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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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了没了，快没了。难。皇帝的新衣，黄青蛙变王子，王子变青蛙。答对。一个角色，一个角色啊，四个字。皇后，四个字。皇后奶奶。皇后奶奶是什么？冰雪奇缘，四个字。冰雪女王，这个冰雪皇后。雪女，雪女，啊！他们要掉下来了，我好害怕呀！啊！啊！啊！你知道那个问号是什么吗？什么？迷迷，黄队答对六题。今天你猜没问题吧？你猜，我猜也行。要你俩猜，我给你弄吧。哥，你行吗？我行。不行，你那也行。你那也行。哥只是不想挨扎了。来吧，导演，来吧。怎么还把领子递下了？哇，好老派！天哪！绿队，请准备。两个字啊，两个字。是啥？歌名，歌名。新月，老人。我一眼就看到。我都看到了，那东西在哪儿了？他找都找不着。沙爹，你是静止了是吗？摆，他卡住了。卡住了吗？你要找什么？找什么？你要找什么？我帮你找。找啥？你要找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。青，青海，青海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两个字，两个字啊，歌名，第一个字。好慢呀！你要找什么？
我帮你找。这个好，还差一个，第一个字。八九九。哎，对对对，酒醉的两个，两个字，九九八，九女，九妹，九妹，五娘，五娘，九娘，九儿，九儿。这个，这个。九九九五。九五小的这个，小的这个叫叫九娃，九娃，换换换换，不要了，什么呀？歌名，歌名有九娃这名吗？九，哎，三个字啊，三个字，九，三个字，哎，第三个字，第三个字，就这，纯，第三个，大嘴巴，不对，大。大红唇，大牙，这过过过，这不行，别过了，哥，天呀！哎，四个字啊，歌名四个字、啊，好，你找吧。第一个字，心，心口难，不对，心心心相印。哎，这个这个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，爱心，家，爱家。第二个字，第二个字，加钱，加钱。这首歌加钱，大哥呀，我要哭了。这是啥歌名？四个字，头两个，后两个。爱情，爱情买卖。对对对，哎，歌名四个字啊。好，那个第一个字是这个啊。二三，对对对，三心二意。三，三阳开泰。第二个字，三，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都是这个啊。三，三心三意。三天三夜，三，给点答案吧，朋友们。三什么？三什么？这还不明显吗？三生三世。不是不是。三三什么？三什么？三天三夜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两个字啊，歌名啊，歌名，歌名这个，但是色不是这色啊，羊。绿，绿色太阳。绿色太阳。几个字？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字。这个色儿，这个色儿，这个。红黄。红红日，红日。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哎哎，这个歌曲的名字，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字啊，七个字。撑住，撑住，撑住，撑住啊！金靖的表情，等一下，我眼睛睁不开了。眼睛眼睛已经睁不开了，我感觉他们要掉下去了。真的不行。哎哎，我告诉你，就是这个，说怎么的了？这都怎么的了？这有什么东西？这是？这都什么东西？东北一家人。哎呀，给你一个这个，给你个这个，快来，给你一个这个，给你个这个，快！哎，对对，就说这个。啥呀？这个。怎么了这这？要不然你们自己跳下去吧。歌名，歌名，七个字，就这地方，怎么的了这？就是家里一家人，你们都是一家人。为啥呢？师姐的那个，是同一个世界。怎么就这什么玩意儿？就是怎么就这？那个，这世界这么多人。歌名威亚的我，我全都懂了。这是什么？就这。这是什么？世界，这个很正确了。哎，我都出汗了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。哦，这世界有那么多人。踩我脚上，踩我脚上，可以踩我脚上。啊，谢谢。这行吗？踩我脚上。行。啊，这个好强，描述的非常好。对，啊。但这首歌可能没想到。你还有几个人没拿走？这跑步的没来，这还有几个哭的。我跟你说啊，有一个叫九妹的歌，你听过吗？妹在哪儿呢？妹啊，没有妹啊。你摆的没问题。绿队答对，不许。黑队请准备歌曲，老歌，四个字，几个字？八个字，八个字，八个字，八个字。哎，你在心口难开。八个字，
第一个字，风。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。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。咋的？都知道题了。歌曲，香港的两个字，这第一个字。吻别，吻别。对。歌曲六个字，这是前两个字，嘴唇，前两个字，这是最后两个字，孩子，亲吻，亲亲我的宝贝，亲亲我的宝贝，哎呀，我好强啊！歌曲四个字，歌曲四个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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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一下啊，这是最后两个字。气球，告白气球，告白气球，对了。就一个往上一扔就知道，没意思了，已经没意思了。然后，成语四个字，数，眼，数目，春光，数目春光。对了，数目春光。成语四个字，这是第一个字，嘴，这是第二个字，这什么颜色？唇红齿白。对，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一个中国的电影，这个是什么？地球，流浪地球。对，呜。山一哥，你站在这儿，要么干扰，你在干什么？下来吧。国内的电视剧，国内的电视剧三个字，黄，甄嬛传，对，我怎么猜出来的？这不是养猪场吗？怎么有鸭子的声音？我感觉他们对跟我们玩的不是一个游戏，你知道吗？我想采访一下山一哥，咋了你刚才？哥，你是不是生我气了？山一哥站在这个地方也不捣乱，也啥都没干，就这样子，就不相信人能做到这样。这世界那么多人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人家发放一个就猜着了，人放一个嘴吻别，我们这放一堆。2024年马上就要过去了，你们与各位老板签订的合约又要到期了。下一轮是什么类型的游戏啊？明年身手敏捷的人将会受到市场的青睐，请各位老板慎重考虑。这个是个抢手。我走，你一说身手敏捷，我老板一回头我就说，任务是团结取水，每家公司需要用固定在地上的盆把起点处的水运送到终点，但在规定时间内转盘会不定时的转动，最终在2分钟内运送水量更多的公司获胜。我们三个人也是四个盆吗？三个人也是四个盆，你们自己分配。三个人就是有一个人要倒俩盆儿，对。啊，那我们有一点优势、啊。我们非常的优势啊！这个就是大方的好处，花了大钱，有人。老板英明，有人才有奇迹。提醒一下各位老板啊，如果大家觉得需要外援，可以花钱来聘请。我们花钱不？我花钱。从你们自己的钱拿出来，我没钱，那就这么玩。你拿10000去这里，你拿一万，我万赢了以后变5万，这个10000你拿出来10000变5万，拿5000，周深拿5000，周深10万，行，你俩一人拿5000块钱出来，不论男女，请一个外援过来，行吧？10000RB聘请一名外援，哥，你给我200，我帮你玩。你霍霍我们吧，这10000是我跟周深，我们俩一人5000凑的。为啥不让你们老板是干什么？掏不出啊！老板不是，哥，你知道就是在职场有一个事叫向上管理，你得管
里？不是哥，你出五千，他赢了第一名，多挣的是十万啊！他这十万怎么跟你分啊？你出一万，你这四万怎么来的？你值不值四万？值不值四万？你不累吗？你拿五千块钱保身体啊，哥！五千二币，市面上都不流通的这个钱币。那你也出点，人现在嫌这出他多，你为什么这比我都多？一万是鲨鱼哥那儿的，五千是周星驰。哎，我让你出五千吧，你出五千，我让你出五千。我是没钱拿了，我出人咱俩不出了。稍等，试一下啊。沙爹还没开始转呢，你就躺着不好弄吧。你答应我的要卖命的啊，花了四万请你这员大将过来退休职工，我这不在呢吗？我的天哪，我这黄带请准备，3、2、1。哎呦，这盛水就够费劲了。多点多点，咱们一次运多点，一次运满。周深，你的尾棒去接，再过来点。哎，这招可以啊！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开始了，转起来了，小心小心！我绳绳绳，我绳绳绳，绳绳绳绳！捆绳了！哎呦，快点快点，绳绳在地上，在地上。沙爹，我好心疼。横不让你人拿着走，贴地走。对，快了，快不了了，我要累。哦，好累。盆来了，盆。好累啊。好累啊，深，啊，深好忙，你已经没有深了，啊，最累的是第一棒，啊，嗯。哎呦，挺多！哇，他这个好多啊！最后15秒，小心小心！哇，15秒，快快！不小心，没东西。可以，8升啊！找不到规律，找不到规律。哇，好累！其实就一样，你们干嘛呢？擦擦擦擦。好，完事了。黄队收集的水是8.4升。有什么经验要分享吗？四个人肯定比三个人要好，三个人太忙了。我试试这个力道。哎呦，这挺费劲。我是哪边？我是这边是吧？我这儿吧。行。哎呦哎呦，嚯嚯，哎呦，没力气了已经。黑队请准备。黑队请准备。Sorry, sorry, sorry.
你们不服个啥呢？我们尊重。你看，就这一棚，看他都，因为他第一棒很稳，第一棒也很重要。我们给他们施加压力了。这么快？哎呀妈！转起来了！小心小心小心！小心小心！哎呦！你那个没吃力，今天后边屁股屁股屁股，后边屁股屁股屁股。你不能倒啊！哎妈！来的太突然了，这个。你好累啊！你在这边。我在这边吗？我在这边吗？我不能在这边呀、啊！哇！你看，给你这盆多。每一个棚子都是人家扯过来的，你的那个绳儿都是软的。还剩15秒，快！咱们得快点，没时间了。哎呀！你往那儿拖，哥，你干什么？没时间了。你给我俩再过来点。来呀！我加快，我加快。扯一点，扯一点。李老板，哇，李诞，不动可以，一动就满啊！快快快！其实你们不用快，因为你们赢了。哦。蛋哥已经尽力了，他在大喘气了，已经。简单了，真的，那杆子上应该有火。下一集让我看到节目组的心意好吗？不用玩了呀，你们已经赢了，你可以再放一个桶啊。你们玩啊，你们要超过我们呀，搏一搏，搏一搏，单车换摩托来。金老板，花点钱了呗？我去吧，5万。刘震，你这手，你跟我说5万，然后你帮我接最后一棒，这水不都？你2万都多了，这手。最后一棒。拼姚 PD 吧。姚 PD。拼姚 PD 吧。我贼弱这游戏。我知道你很弱，就是要这个。姚 PD， 姚 PD， 姚 PD， 姚 PD。我觉得姚 PD 来的话，可以给你们组加30秒。真的，姚 PD 来加30秒，姚 PD 来。呀，不行，你怎么不行？我都没衣服换，等会儿。别逃了，实在不行我搓给你啊。我们真的需要你，节目做到现在不容易，没爆点啦，就靠你了，姚 PD。衣服还是防水的，就穿着这个。综艺首秀，哎，锁，输赢已经不重要了。你们不能让他当舀水的人，舀水那湿不了。哦，是哦，你得在第二棒才好看。不要不要，他这舀个水不好看呀。晶晶，姚 PD 要第二棒。姚 PD， 你玩第一棒怎么说服艺人？你怎么说服艺人接受你这种游戏？啊！我第一棒来，姚 PD 来。什么啊！我羊全湿了。湿？你还怕湿？你应该怕的是节目没爆点。好难做不下去，你居然在这怕湿？怎么当工作人员？怎么怕吗？告诉我不怕。也没人搭理我是吧？来，去吧。
来转起来吧，道具花钱做的，别浪费了。请准备。你从下面走好不好？你从下面走好不好？你从下面走。你看了这么久，你过来点呀！来。哇，我把这个转的好长啊！我还需要努力，我觉得这个好厉害。转起来了，小心小心！转起来了，小心小心！哇，姚一天那儿都没什么阻碍，怎么就能撒了只剩三分之一呢？快点快点，来小姚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你过来，我这你设置的有长度限制。PD 玩的确实很水。姚 PD， 你过来，你从下面。什么鬼？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？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。等一下，要不还是姚 PD 第一棒吧？我拽不动，来，你过去。姚 PD， 你能盛满吗？打出来！你给我半杯是什么意思？你还往外倒！哎，姚 PD 往外倒！啊，他这个人，真的，以后我不会上他的节目了，真的别上，你都别上。哎，你们花钱没有这样？今天没花钱。不花钱来的还挺多事儿。不花钱就别找事儿。金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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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好软！金晨是芭蕾，好，金晨可以。人家十几年芭蕾舞功底。倒计时30秒。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加油加油！至少还能挣个30万，我觉得。金晨，歇会儿，别伤着腰。Yes， 快来快来，快快快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快快快！还有还有！哇，好累！倒计时10秒，九、八、七、输了输了，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五。五。不到八吗？不到八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来来来，你手套，你手套，你手套，给他拧到八啊！导演也上那捏手套了，导演也把捏手套水去了。哎，这干什么呢？这是。说好的。我们一起。又跑的。又跑的。